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说直播就直播。哎呀，出圈啦，哎呀，我们真的要打进高中生市场啦。对，好，来，五月一号的正负五十岚十六届跟我们的正负街舞八届，他们的独立惩罚叫做 Irredescent。好，再派本 Live Music。对，十二点半进场，一点开始，倒数三天，一定要来哦。好可爱哦。Irredescent。对，然后呢？一般说来，通常那个人家录这种就是那个什么倒数影片嘛，然后大概就是录完这样就结束了。但是呢，我有问同学说，哎，我这影片长度可以多长？他说随便。对，他说随便，老师交给你了。我说我决定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 talk show。挑战史上台湾街舞史上那个倒数影片最长的一次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无谓的挑战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这影片就是给他们当倒数影片，我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当谈资啊。谢喽。对对对，好。然后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的这个独立惩罚那个 Irredescent 这个字呢，我拿去 Google， 它是红彩，不是彩虹哦。对，彩虹是 rainbow 嘛，它是红彩。红彩。所以是一个我也不知道，是一个很神秘的字眼。但重点是我按 Google。然后他跳出来的第一个搜寻的资料呢，是联合公国啊 ，Linkin Park， Linkin Park， Linkin Park 的联合公园啊，联合公园，联合公园，阿拉伯联合 Linkin Park，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，干烂死了，联合公园的 Linkin Park 的歌、okay. 的歌曲。然后重点是这首歌呢是2011年的歌，距今11年前的歌，所以理论上这不应该是一个高中生会知道的歌曲。哦，他小时候跳就当课间操吗？哎，我也不确定啊。然后那首歌呢，是我们那个变形金刚第三集哦，就是演那个置入很多置入性形象、那个。那个置入性形象就是我记得是第四集，我不知道。维他奶，维他奶。第三集我有忘掉，第三集好像是有一群从飞机上跳下的那一集吧。不重要，反正好，一定会嘣嘣嘣嘣嘣嘣嘣，对对，嘣嘣嘣嘣嘣，麦卡贝嘣嘣，麦卡贝嘣嘣，反正它就是那个变形金刚那个第三集的，好像一首主题曲之一。OK， 对，我只想要科普一下，因为这个就现在高中生为什么大家办惩罚都要全中？他们很文青。对，他们很文青，我们是四块老人，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就是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惩罚。对，没错，对。然后以前惩罚就是很那种很浅显易懂的单词。没有，我们以前的惩罚一定是要那种扣在一起的，今天吃什么，还要把那两教名字丢在里面。啊、对对对对，就是中文的硬要拼。以前我们最爱讲高中生最爱的惩罚主题是什么？酒池肉林啊，对，酒池肉林，还有黑帮火拼，黑帮火拼，还有爱恨情仇，都会丛林，对，都会丛林，哦，这几个是高中最爱的东西。对对对，然后发现装神弄鬼，还有装神弄鬼，哦，装神弄鬼超爱的，对，僵尸啊什么各种，然后对对对，各种装神弄鬼，对，对高中的后，你高中生也是这个样子的。不好意思，我高中还没开始跳舞啊。康普社，请加入康普社，四三康普，活力无限，弹钢有力，无与伦比，爱的鼓励一杯，来。哎、欸，你们是后，你们后面吗？康复金赞哦，谢谢你有没有？我可以马上跟上啊，很棒，谢谢。是他们第九届事务在这边。好，对，然后这边在我在接到这个就是那个倒数的指令的时候呢，你确定他还要继续听这个东西？我没关系，就给他录到爆啊！对，反正我觉得我一期应该原本想要五分钟，我就录个十分钟就没问题了。太过分了吧？有人真的想看这东西吗？反正上传上去就让大家看嘛。好的。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正负五十岚，他们是十六届，然后哎，这次还有正负街舞第八届，所以他们是两校合办。哇，我们刚才查了一下，正负街舞是 B-boy 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看他们指导老师有陈老师嘛，还有吕布老师，对啊，就是看起来应该是 B-boy 社团，所以难道他们是跳 Entertainment 社团吗 ？Urban 社团 ，Urban 社团，你想想看，陈教 Urban， 感蛮特别的，因为政府的指导老师我们很熟嘛，就我们的周建宇啊，建贝老师，周建贝，对对对，然后建贝老师，这次还跟那个政府街舞就一起合办，对，所以感觉上会比原本的政府任务来的更加的丰富，一加一大于三，一加一大于三呐，越来越夸张。还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我们的所谓这种倒数影片嘛，通常就是越靠近惩罚的时候呢。就是会越重要的人，对，越大咖。然后呢，他找我呢，我们是倒数第几天？倒数第十三天。对，所以代表我们不是很重要。对，既然你没有觉得我很重要，我就他妈把你们拖到爆，看大家会不会把这影片看到完。那也是不好意思啦，得浪费大家时间啦。好了，对，总而言之，还是我们最后来自录性形象，说直播就直播，我们能知道。对，对对，就是相信大部分的高中生应该都不知道我们的那个。他们不会想来看这个。我也觉得不会。太市侩，这个街舞圈的黑暗面太多了，他不想要了解你们跳舞的这些人在想什么。对，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想要看老师跳帅帅跳舞，没有想要看老师废话，上荧幕废话。对，那是高中生的好发期间，我就只要看老师帅帅的。还说就是不需要了解这跳舞圈的好社团。对，如果你不小心有高中生觉得你觉得看跳舞已经看腻了，想要听一些老人讲，也太快了。虽然这个几率，
我跳个一年吗？好腻哦。对，学长，哦，学长，我想听一些有智慧性的东西呢，欢迎来 YouTube 搜寻那个我们的街舞圈唯一直播节目，说直播就直播。没有，我们是第一夸胡。对，第一夸胡唯一，对，因为只有我们在做了，对，就说直播就直播。毕竟呢，我们好歹在2020年的9月份也是有请过健贝老师来上节目啊。没错，虽然是蛮好笑的事情啦。那今天正负一个对学有趣的那个学长拉正事件，对，拉正事件，他们也不懂拉正是什么字啊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时候发生事情的人现在都还没，当时都还没有进学校。对。对，但是那现在已经毕业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当时两年两三年前早就。所以知道自己想要知道自己的学长姐大概两年前发生过什么事呢？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那个啊，去搜寻那个说直播就是直播，搜寻健贝老师就可以找到了。对，就看到健贝老师平常话就已经很多了。对，话就这时候更多。就搞哎、欸，搞哎、欸，然后就不行。对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也叫周建宇，我已经很习惯了。对，没错，反正我们直播节目就是常态性播放嘛。对，搞不好比你们的那个舞蹈社还要长。干这好切的，你真的超级的。OK 啊，我相信我。不要怕，我们两个的舞蹈生涯加起来比他们年龄还多3倍。哎、欸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哦。我们两个加你，我们加起来舞蹈年龄。对对对，有可能。好了，总之，这我觉得我们应该拖了够久时间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刚刚到底有没有按录影，应该有按的。如果没有按，就岔赛了。我会跟你翻脸。我会跟我翻。好 ，OK。那总而言之，就正负恭喜先祝贺当天惩罚顺利。对，祝贺当天惩罚顺利。然后呢，正负五十岚跟正负街舞两校的联合惩罚，办在5月1号在 Pipe、Live Music， 就是在那个公馆的那个河岸旁边的那个场地。对，然后是一个下午场哦，不是晚上场哦，所以要去的朋友呢，请12点半。你现在才把资讯讲出来吗？我就是留到最后才压轴。哦，大家如果愿意看到最后，就是真的对这个节目是有心的人才会看到最后。他是对我们有心。你在考验大家的忠诚心吗？啊，总而言之就是5月1号、对，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举办。好，就这个样子，谢谢大家。虽然我不会去的。没礼貌，来了啦，来了，来了。到时候我再以社畜小詹的身份出场。没错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13天后 ，Yes， 拜拜。再见，好，就这样搞定。哦，太闹了。